你没吃饭呢？吃完了。我用一下电脑，我把 U 盘里的那文件导到这个内存卡里边。1小时、2小时，什么玩意儿吗？你不用电脑，我用电脑的1小时是收费吗？不是。你能不能行了？我更揍你了。爸，你助长了两个女婿的脾气啊！这两天在家没事发脾气了。不能。收拾都不行了，不听话了。绝对不能。小李子也是，都学你呢。怎么能学我呢？你最近你老吃的我妈呀，完了他们俩也老吃的我们。我没吃的你老了，那是正当防卫。可以说我老。说你老咋的？不可以。爸，我说了，哪里有牙科哪里有板擦。对，必须的。好多年没摆上电脑了。爸，来，你给大家表演一下你那个一指禅打字儿。这不就这么打吗？不行，我给你个词儿，你打在这打。你好，哎，不是，我这样，你哎去哪儿去了？这样好，完了呗。太黑了，看不着吧？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位就是快乐男孩。曾经你们记不记得我给我爸黑的可惨了，说他的网名叫快乐男孩。那段时间，好多网友都经常在视频下评论开玩笑。哪有那个网名啊？我根本没有那个网名。老爷，你再说一个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老爷能骗你吗？你自己都笑了。你也逗你老爷是不是？快乐的老爷。爸，真有这事儿啊？爸，没有。那你网名叫啥呀？七大鹅过大河。我叫黑炭公主。能不能把它拿出来？控制到桌面上啊。大橙子是我们家最懂电脑的，最早的时候在车里面都是听光碟，都是他给我爸刻的碟，我爸想听啥歌他给整然后刻碟。你又在这翻啥呢？你管呢？你听他刚才说那话没？爸，他以前不这样式的，这两天看你视频了，发现压迫的太厉害了，这该反抗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对吧？一起都复制不行了吧？歌都能过来吗？那必须的，他写入速度慢。27G 啊，嗯，那这个怎么下呀、啊？这个，你留要哪个算哪个呗。这几个 G 的，这才1G 的。大橙子，这1G 的，27G 啊。爸呀，那你不白整了吗？爸，那个小电动你骑没骑？在家呢。我上店里给你取个32的，现在就能给你解决。我店里有个32G 的，用不上。27G 这里边还有的歌就删一删。那你也不能删成1G 了，成？我记得我还有个16G 的。你拿来了吗？没拿，在哪儿都不知道。这边有车顶。那你这27G 的歌，你往一个 G 里倒。压成几下包也不够啊！那你不说倒哪算哪吗？但我没寻思你那就一个 G 呀、啊。我爸上大成的店去取内存卡去了。有吧？我记得有16G 的了。你在那找有多少的你就拿多大的吧，他就那些货，别执着了，找小技术的没有。这老头现在就造的内存卡，最后拿回来的多大的？32的。17分钟就能导完？有可能用上。9:15了。慢走啊，欢迎再来。啊，父亲节礼物啊，虽然说晚给我两天，但是早准备好了。再来。